迎收看这一小时的台湾大搜索，我是张雅婷。行政院长赖清德拍板定案，明年公务员加薪3%。曾建议军公教先加薪，企业会跟进的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国峰率先表态，旗下台玻明年调薪5%。说到市值超过500亿的台玻家族，是台湾玻璃界的龙头。创办人林育嘉和台塑王永庆、星光吴火师都是台湾第一代企业家。他和妻子育有4子1女，前立委谢国良是他的孙子，家族成员相当低调。但是三儿子因为债务出家为僧，二儿子林国时27年前与当红女星沈之花一段婚外情生下女儿，后来还为了官司闹到法院，让台玻数度跃上新闻版。那我们正式宣告第4、第5案。照案通过。2016年一例一修修法定案，跳出来大声反对的是他。加班上限现行的46小时，我们要求增加到60小时。赖清德接任行政院长，拍板公务人员加薪3%。如果给公务人员加薪，除了鼓舞公务人员的士气以外，也可以呼应工商企业界的要求。企业界第一个跳出来表态响应的还是他，台玻集团董事长林国峰。他有分量啊，因为就说老爸的光环，然后再加上老爸当时跟这些第一代的世家，好，包括像连战家族，还有包括基隆严家、板桥林家，好，然后就跟这些家族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好，就是传统产业里头的第二代的大哥。光环立基于老爸的拼搏，林国峰的父亲林育嘉是台玻集团创办人。林育嘉先生其实他的家族在高雄是一个望族，台湾有3个人，他们都同年次的，第一个是台泥的顾政府，第二个是林育嘉，第三个是王永庆，3个人都属龙，那所以在过去来讲，这3个人是属于台湾的第一代创业者。林育嘉接管家族事业，领建成商行，又创立台丰集团，从事饮料业，在政府力主一人一业的情形下，台塑王永庆做塑胶，星光吴火师做纺织，林育嘉呢做玻璃产业。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就早一辈的这些金融界的人士说，哎，要去劝他来借钱，他都不愿意。他的经营的哲学是所谓的无负债经营，就是我有钱，我卖了东西，我生产卖了东西赚到钱，然后我再来扩充，再来接订单。在过去很少看到一个上市公司无负债经营，能够把整个事业经营的那么大，而且变成一个业界的龙头老大，这非常少。一般龙头老大一定是举债杠杆经营，哎，他不是，而且他一辈子36年来就只有做玻璃，他也没有做其他的。林育嘉执着踏实的个性也反映在家庭上头，他不像许多台湾企业家3妻4妾，一生只娶一个妻子蔡青青。伊两个较密，较甜甜蜜蜜者。想要较紧抱孙无？唔有。你查甫孙还是查甫孙？人啊，拢会使。这是孙子迎娶星光小公主的婚宴，还可以看到结离超过60年的林育嘉夫妇依旧相伴出现在每个场合。林育嘉曾接受杂志专访说，他娶妻不用对方进厨房，要的是一起打拼事业，因此蔡青青婚后从没踏进过厨房一步。两人育有4子1女，唯一的女儿嫁给了基隆三公集团谢修平，前立委谢国良就是他的儿子。然而林家严格的教育就偏偏在第三个儿子林伯英身上起不了什么作用。林伯英呢，因为他个性比较叛逆，所以呢老哥哥两个哥哥接班，那他自己认为说，老爸以前不是说一人一业吗？那既然一人一业的话，我就自己去创业，自己去搞公司。所以后来呢，他就去搞了一个叫做铺机公司。那林伯英听说他也曾经中介所谓的军火的事业，也曾经中介很多台湾的厂商到缅甸去
投资港口等等，就做那个前客的一个工作。那他本身的事业其实做得不是很好，他也跨入到房地产。他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过程里面哦，听说只要需要资金的周转，他不敢跟爸爸要，因为可能是严父的关系，他就跟妈妈要，那我妈妈就会帮他调一些寸。他跟银行的往来还有接单过程当中，他就扩充得很快，后来就爆发了庞大的负债危机。2000年11月15号，公司终于宣布跳票倒闭。那时候台玻大楼曾经有很多的债权人去包围，甚至丢掷鸡蛋等等，整栋台玻办公大楼都被债权人上门讨债，喷满油漆。另一向爱惜声誉的林氏家族顿时颜面无光。坦白讲，父子总是连心，母子总是连心，后来所有的债务还是由台玻出面，就是由这个爸爸林立家出面把所有的债务全部还清。也因为这样子，在第二年2001年，竟然林伯英他发了一个声明，说他从此跟台玻之间完全没有关系。那他也因为自己觉得非常的愧疚家族，所以他就剃度为僧，啊，要皈依佛门5年，这样最好啊。为什么？我们赞成，让他与佛有缘，思考思考他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做正确啊。让台玻林家要上新闻版面的还有这一件。他是爸爸，他是爸爸，他应该做什么他自己去衡量。我绝对没有，我不要你们林家的一毛钱，我以前不要，我现在也不要。你是对你的女儿做一个负责任的行为。女星沈世华跳出来要让女儿认祖归宗，因为孩子的爸爸是台玻集团第二代二公子林伯时。两人的婚外情发生在1988年，那时沈世华早已昨夜星辰连续剧。昨夜的星辰已坠落，成为台湾最红的女演员。连续剧里面，那她跟寇世勋两个人，一个男主角，一个女主角。那时候的整个在国内风靡的程度哦，其实是不输给目前我们看到台面上的所有的这个艺人。从南到北哦，从北到南哦，全台湾省大家都在看那个连续剧，因为那时候我倒觉得，你要比那些自认为家世好、学历好的人来得坦率。当然，以他那样的一个知名度，旁边就不乏很多的企业界人士的一个追逐。那在追逐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他也相当的谨慎。最主要就是林伯时，他给他一句话。那林伯时是跟他讲说，他要给他一个家。那这个就等于是承诺要娶她了，就是我把前一段的婚姻解决掉，我要把你娶进门嘛。沈世华曾在1999年出书，谈及当时他知道林伯时已婚，却还是被对方猛烈的表白追求打动，甚至林伯时还拿出居住在美国的太太所写的一封信说服沈世华。那最主要就是大老婆她只有生2个女儿，没有生小孩。那你想想看，大家族在过去那个年代啊，不管是公公婆婆的压力，家族要继承的压力，总是希望有一个男生，所以他一定要逼迫他大老婆要生一个男生。那后来大老婆就在美国那边也发了一纸的声明，说他不会为他生儿子，所以他可以再找其他的这个女人，就是说帮他生儿子。林伯时为了展现真心，还常到沈家走动，讨好沈世华的妈妈。两人交往时，林伯时就不断提到生儿子，甚至拿沈世华的八字去算命，确定有生儿子的命。一年多后，沈世华怀孕了，林伯时很开心，还送她到美国生产。直到生下孩子的那一刻，一生出来，糟糕，是一个女生。林伯时心里面就想说，我本来就要生儿子啊，你给我生个女生。到他在美国生女生的时候哦，他就感觉不到那种关怀。但他回到台湾以后，林伯时就当面跟他讲，就是说，关系已经结束了。他那心里面的那个冲击就非常的大。沈世华在书中描述，当时林伯时的答案是没感觉了，还要他否认怀孕生女，一个月只愿付4万元的抚养费。
时候，他也默默的忍下了这一口气，一个人抚养。当然那时候沈淑华的妈妈还在。那听说沈妈妈非常的能干，而且把家里这个整理的这个有条不紊的，又帮他带小孩。家里非常重视门当户对，那所以沈淑华虽然这个当时是当红的电视台的女主角，但是呢，因为她没有办法进入台玻璃家的大门，那可是后来又因为她生的是女儿，所以后来沈淑华是自己独立的把小孩养大。没想到女儿六岁时，沈妈妈因为意外摔了一跤，紧急送到医院急救，不到十个小时就走了，让沈淑华顿时陷入无依无靠的彷徨。发现这些年她始终欺骗自己，心中没有真的放下感情上所受到的伤害。就是因为妈妈的走，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一个刺激，所以我想也酝酿到最后，当林先生对待我那样子的方式，我才毫不考虑的就站出来。沈淑华决定打官司确认林博士和女儿的亲子关系。沈淑华她想不到林博士竟然说要经过鉴定，要经过血缘的鉴定，而且还讲了一句话说，你那时候旁边有那么多人的追求，我怎么知道那是我的女儿？这一句话狠狠地戳了伤了沈淑华的心。如果是他做的事情，他自己一定负责到底啊，特别是对小孩子啊，如果是他的孩子，他一定对小孩子要负责。就在官司进行时，竟然传出中华开发董事长刘太英向媒体说，沈淑华分手时已经拿了一笔钱，让沈淑华相当愤怒，找上刘太英理论。今天哦，我想情况改变了，既然我已经站出来了结这个八年前就应该了结的一件事情呢，我就不许任何人再来欺负我，还有我的女儿，甚至包括我的家人。刘太英立刻道歉澄清，强调林博士并没有拿给沈淑华一笔钱，但陆陆续续的谣言让沈淑华更心疼女儿所受的压力。我女儿不太常问我有关于我的爸爸如何如何，可是她最常的就是幻想一个家庭的画面，比如说阿公阿嬷，什么爸爸，什么家庭的成员，他会把他各自想一个故事，然后自己很 enjoy 在这个故事里面。每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情形，我又不忍心去跟他讲说你不可以想，你这样子想是不实际的，我不忍心去打破他这个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个梦。但是一个做母亲的看在心里觉得很残忍。面对官司的招招攻击，沈淑华更心寒了。她撤销亲子关系诉讼，拒绝林博士认领女儿。她出书道出一切，也让这段不伦恋真正画下句点。如果我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20分钟，如果我可以见到林博士的话，我要跟他说什么？第一个念头闪进来是一个字，我还有一点点恨。很快就走了，因为我已经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慢慢地走出来。我从来不知道文字的力量这么大。而林博士在沈淑华生下女儿后不久也和原配离婚，后来再婚娶了让中兴百货成为时尚的商业界女强人徐丽玲。据说两人相识于企业界的大陆参访团。林博士第一次就问徐丽玲说，那你有什么准备啊，回来希望到哪一家公司去服务啊？那他就举了好几家，他说他们都没有我家好，所以两个人就因为这样子，可能是相知相认相惜，然后就走上了一个结婚的礼堂。不过徐丽玲真的肚子非常的争气，马上就生了一个小孩，生了一个儿子。那母与子贵嘛，他马上在整个台玻的一个集团里面，包括公公婆婆，那时候这个林一家先生还在，都非常的赞赏这个媳妇。47岁高龄为林博士产下独生子，蔡玉珍说，有一次在餐厅目睹一件事，足以看出林博士爱子之心。
看到手表8:30，哎呀，我要回去牵儿子的签到簿。那那个时候儿子是小学二年级，跟徐丽玲再婚之后的老来得子，非常的感觉幸福洋溢。这是2007年林博士带着儿子出席妻子规划的设计展。能不要讲就不要讲，因为真的很难讲，你知道吗？这就是说可能跟你请教一下，你不能大兵不开。为什么我不说？对对对。徐丽玲接受访问时与儿子的互动，可以感受出那份深深疼爱。我想徐丽玲能够成为商界的女强人，一定有她自己的一个待人的一套方法。所以她跟这个林博士，她前妻两个女儿，一个是林文远，一个林文晴，相处得非常好。其中林文晴在2012年嫁给演艺圈前5566成员小刀，而台播在第二代接手后开始将触角伸往中国大陆。在大陆还曾经是跑在前面的，那大陆的一些玻璃厂几乎都是跟他落后蛮多的，不过这几年因为大陆国家用国家的一个力量去支撑每一个产业的一个龙头，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大陆的一些玻璃厂来讲几乎都已经超越台播。台播近年来力拼转型，第三代也逐渐接班，他们没有出现财团常见的兄弟戏强争产，要透过家族凝聚的向心力走出产业困境。周休二日来明确做到是最重要的，也以影响力向政府发声，争取自身最大利益。11月2日是两岸开放探亲30周年。当年总统蒋经国打破对立状态，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让许多分离数十年的亲人得以团聚。或许很多7、8年级生很难想象当时两岸的肃杀气氛，因为同年5月，就在开放探亲前半年，最前线的小金门发生一起惨绝人寰的屠杀案。被杀的人有孩童，还有孕妇。因为当时误判上岸的船只来自大陆，开枪错杀3人后，才知道是越南难民。没想到为了掩盖错误，军方最后竟然把全船的难民都杀害灭口。76年5月，媒体立委惊爆小金门东冈第一线守军竟残忍杀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本部发表声明，对该报表示严正抗议。张发言人严厉谴责，这是蓄意破坏国军形象，制造不安。军方第一时间否认再否认，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从小金门退伍的官兵们回台后，层层揭开这起残忍的屠杀案。那我一抬头看，就是整个雾气弥漫，我在炮阵地里面都已经这个样子了，所以我相信这个时间点就是视线不良，我们已经看不到海面上任何东西。民国76年3月7号下午4点多，当时是小金门连少尉排长的刘文孝凭着当时的日记回想，当年就在起大雾的那一天，隔壁连驻守的岸边，一艘来自越南的难民船正悄悄登陆。我们当时不知道它是军船或民船，但是一条船上岸对在军防部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发现船已经上岸了，然后他们就用那个火箭筒轰击这艘木船。这时船上跳下3名疑似共军的男子，马上被现场100多名士兵乱枪击毙。但没想到3个人根本不是共军。按照军中的潜规则是这样，你送上去以后，要再证明讲说，这个你的防御有缺失嘛，不然船怎么会上岸？那这样子，那一旦有缺失，可能就是连坐处分。所以他们的潜规则就是怎么把它自行处理掉，就自己把它杀了嘛，就这样。没想到打的不是对岸的敌人，而是越南的难民。船上还有10多名孩童、妇女，其中一位甚至是孕妇，他们都亲眼目击军方的误杀。旅长担心，如果幸存的难民把事情说出去，恐怕不只受行政处分。这时旅长下了个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去灭口。那一上岸，他就跪着就是在求讲说，就是想求饶命。那这个那连长就是问这个旅长怎么办，那后来旅长就是一点头，那后来就其实就开枪了。因为他要看这个人有没有断气，然后
清点尸体，但就在这个时间时候，有一个人突然活过来，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就说都是中国人，何必这样？是有一个比较高阶的军官就过去一枪把他毙了。但灭口的20条命都是无辜的难民，即使全岛被下了封口令，事隔2个月，小金门的屠杀事件还是传回台湾，浮上台面。前总统蒋经国震怒，特派调查团远赴小金门。这时，金防部司令竟然再度下令湮灭证据，用水泥把它整个覆盖起来。让事后人不容易发现他的位置。如今这些遗体还躺在废弃的哨所前，没有被正式的安葬。几年前，时任连少尉排长刘文孝以军事杂志总编辑身份重游旧地，拍下当时案发现场沙滩，却已看不出痕迹。20年前走红的锦绣二重唱在歌坛消失10年，许多人都在猜他们是否因为不和解散了。台湾大搜索专访到锦文，他透露两人的确曾因为一件事长达3年不说话。广告过后带你了解背后原因。对这首歌有印象吗？是锦绣二重唱的成名曲，他们成为搭档6年之后才有机会发第一张专辑，就一炮而红。但没想到后来却因为一件事闹僵，两人整整3年没说话。台湾大搜索专访锦文，揭开背后原因。他在镜头前数度落泪，而鲜少人知道，锦文的父亲还是已故纪录片导演齐柏林的启蒙老师。大家好，我是锦绣二重唱的锦文。回到熟悉的舞台。用刚学会的乌克丽丽自弹自唱，艺人锦文重回20年前发迹的舞台。很久没有在这舞台上唱歌，听到自己的声音很清楚，会惊惊呢。好听哦，还是很好听。是太久没站上这个舞台了，让锦文唱到欲罢不能，还找来过去在民歌餐厅驻唱的搭档来助阵。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以前我们在民歌餐厅一起搭档，名称叫什么？双簧。因为我们两个都姓黄啊。双簧二人组一搭一唱，充满喜感。但观众最怀念的还是锦文跟秀琴这对搭档的美声。当年这首歌正巧搭上毕业季，让锦绣二重唱一出集迅速走红，也圆了锦文儿时的梦想。其实我从小就真的有明星梦，我都一直想要就是当艺人，想要当明星。然后呢，我小时候表演一定要有观众，我的观众就是我爸的朋友。不过鲜少人知道，锦文的爸爸黄进发是已故纪录片导演齐柏林的启蒙老师。我爸爸之前是大成报的房地产的摄影记者，他是最早空拍的摄影师。当年齐柏林在报纸上看到锦文爸爸拍的一张空拍地产广告，开启他空拍摄影的机缘，而有摄影师老爸，女儿自然成了最佳 model。 我小时候的照片超级多，可以堆到一整个房间，就是真的很多，所以我都是用相片来写日记。但锦文没有承袭爸爸的摄影志业，唯独对演艺圈有兴趣。爱唱歌的他，国中开始到处参加歌唱比赛。可是我连前10名都没有入围。那一年的评审是李宗盛大哥，我就把李宗盛大哥拦下来，我就问他说：“我说，请问一下，李老师，为什么？我觉得我唱得很好，为什么我没有录取？”他就拍拍我的肩膀说：“加油。”他就这样子，然后就走了。即便如此，也没有打击锦文的信心，反倒让他越挫越勇。那我去民歌西餐厅唱歌啊，我去民歌西餐厅一定会有伯乐的。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
点歌单写上来说，等一下那个女生唱完，可不可以到台下跟我们聊聊杨明煌、吴清俊？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制作人，所以我看到那名字我吓一跳，然后呢，我就想说，不会吧，老天爷也对我太好了。我的伯乐终于出现了。知名音乐人杨明煌制作过歌手王菲《天空》这张专辑，他被景文纯净的声线打动，于是约了时间洽谈出片计划。我要想，我一定要让他们觉得很惊艳，一定要牵我，然后口红擦大红色的，然后我的衣服，我的上衣是衣服是红色，领子是黑色，然后我搭配红色的迷你短裙，所以我全身都是红黑配，因为他头上就两个硬硬的包。绑红色的缎带，感觉上要跳凤阳花鼓去比赛还是表演之类。我然后就脑筋很多问号，想说老师怎么搞错啊？怎么找他跟我搭档？杨老师点名要两人搭档，但景文活泼外向，秀琴文静内向，个性差很大，要上台合作谈何容易？我们也会冷战，我们也吵架，就两个都不讲话，很生气。我就说我要唱伊能静的《流浪的小孩》，他说不要啊，这首歌又不适合我唱，我不要唱。他要唱齐豫的什么，就是很，你知道他就是很喜欢唱那种空灵。起初两人在民歌餐厅常为了选歌发生争执，但相处日子一久，彼此的默契越来越好。第三年的时候，杨老师就很开心的跟我跟秀琴说，恭喜你们，帮你们找到唱片公司了，我们就好开心哦。就在那一年的三月份，老师就被一个酒驾的年轻人就是撞到，然后就过世了。我就觉得上天真的还蛮捉弄人的，对，就是觉得好不容易可以发片了，可是老师就离开了。老师离开的时候，其实我跟秀琴很挣扎，就是。我们还要不要在一起唱歌？杨明煌的意外过世让景文跟秀琴陷入悲伤的低潮，但不想让在天上的老师失望，他们打起精神走进录音室录唱。可是等到专辑录完之后，一放又是三年，然后当然这中间我们还是继续唱民歌，因为我们也要生活，因为不想要让爸爸妈妈担心，也不想要让他们念，就是觉得唱民歌没有前途，所以这中间就是会边去上班，像我去卖过房子啊，去幼稚园上班啊，然后去带团带国民旅游啊。一晃眼三年又过去了，景文跟秀琴不禁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该不该再坚持下去。有一天我们就想说，好，我们就算要放弃，我们也要去问杨明煌老师，然后我们就去山上跟老师把杯，就是问老师说，老师，如果你要我们坚持下去，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醒杯？然后结果问了之后，老师就给我们一个醒杯。我们就跟老板说，如果说真的没有要发片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放弃这样。然后老板就说有，终于等到发片的机会，但要取什么团名一度伤透脑筋。好朋友二重唱，还有取过 Wings 翅膀，那可是也不好听啊。也有取过两个女生，就有一个企划说，如果他们一发片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锦绣前程，那也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们就叫锦绣二重唱。能不能我的双手给你加温，生活没有可能。等了六年终于发了第一张专辑，狂卖30万张，还入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但身为畅销歌手，两人的外形免不了在上节目宣传时被整被亏啊。因为我那时候牙齿还没有整，然后整个牙齿很爆，然后就秀琴的脸很大，然后那时候我们唱片不是有回函吗？回函卡，然后那个歌迷啊就写说，锦绣二重唱，两个人的歌声很好听，唱歌很优美，但是一个有龅牙，一个脸很大，所以只要听声音就好，不要看人。但景文跟秀琴用歌声证明自己实力，之后短短三年发了5张专辑，还被电视台相中找去主持节目。你看他会爬多高？对，为什么唱你是人脚底下那个也是准考证吗？哎，对，就是有人特别，心机特别重哎。我们讲的临时抱佛脚，这个临时抱圣人的脚。原来
然而到了2004年，两人际遇逐渐有些不同，秀琴戏约一个接一个，景文只剩下零星的综艺通告。那阵子我的确比较，我觉得比较谷底吧，常常就是我觉得怨天尤人、诅咒自己是对自己最不好的方式，对，所以因为那样子，所以自己的状态也不是很好。看着好姐妹的演艺路越来越顺，景文给自己的压力更大了，个性开朗的她陷入情绪忧郁。我会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哭完了之后，我会去拿那个胶带啊，粘地毯，粘了一整捆胶带，然后粘完了之后很累了，我就会睡着，然后睡着醒来，然后又开始哭，就是一直这样的循环。然后我没有办法出门去跟人家说话，因为一跟人家说话，我就会崩溃，然后就歇斯底里。靠着朋友和家人的支持，半年后景文走出阴霾，还跟交往10年的导游男友步上红毯。我们最早认识他也是名歌手，然后我在台下看着他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歌手也太自恋了吧。那时候就常常想要消消他的锐气，就跟他讲说：“哎，你知道你刚刚唱那首歌啊，其实你 pitch 不是很准。”就是常常会很想要去刁他这样子。越刁越有感情，可能吧。我也希望把锦文的手交给毛哥。好姐妹秀琴在锦文婚礼上献上祝福，但为何后来会闹僵，3年完全不联络呢？而锦文结婚11年，至今没有孩子，后来又差点因为一件事离婚。稍后来看锦文如何走过人生路上的种种难关。锦绣二重唱身后的姐妹情，从锦文婚礼上秀琴含泪送上祝福可以看得出来，但没想到后来却因为一件事闹得不愉快，整整3年不讲话。而锦文和丈夫交往10年，终于步上礼堂，如今过了11年，两人为何没有孩子，又差点走上离婚一途呢？继续来看锦文的人生挑战。好姐妹秀琴在婚礼上献上祝福，但没想到之后会因为一个广告，15年的姐妹情岌岌可危。那时候就是因为很想很想做这件事情，结果没想到，哎，最后这件事情是已经被做完了，可是我没有参与，然后我就变得很错愕。我也怪他，就是你广告拍完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什么？就是那时候真的很生气。长达3年的时间，两人不仅没合作，就连一句话也没交谈过。直到2010年，在好友的牵线下，两人一块登台，才逐渐恢复昔日的感情。你错过的沙发困了你爱的你，也听了我等着你等成了白蛇。我们俩沉默很久，然后我就说，我就先开口说，真的很对不起。然后这些日子，其实我常常把我们过去的作品啊，我们过去的照片，因为家里面除了我小时候的照片最多，我跟一个人拍最多的照片就是秀琴。回忆都是快乐的，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广告的事情让他空白这么久？我觉得非常的不值得。所以从那一次，我们都有那个默契。